我已经虎视，我已经渴望已久的战斗要开始了。哇！哇！哇！这洗澡用的吗？哎、欸，这洗澡用的、欸，我居然在浴室哎、欸！哈哈哈，这里居然是浴室。哎呦！哎，那个动超慢的、欸。那还是怎样？宕机了吗？哦，这样也捡得到、啊，真的是。动那台动超慢的。哎、欸，没有路可以走了、啊。接下来要走哪里啊？嗯？哪里搞的？啊，拉这个啦，抱歉。这个太好解了吧？哎、欸，啊，这可以拉吗？哎、欸，可以哎，把那关起来，怕敌人冲进来这样。哦，有东西，有东西。哦，有东西，有东西。哎、欸，原来是从这边啊，如果那边关的话，是从这边绕一圈呢、欸。这个场景感觉就像是在 Duke Boss 啊。好，要打 boss， 要打 boss 了。I know, I know。哇，柳灾！哎！啊！不了！两只！哎，打到头，打到头没事。大哥，也太多了吧！哎呦喂啊！差点就挂了、啊。呜呼呼呼呼！干，我还不先跑一波？妈的，吓死人了！哇，这个动了！科科，先笑你。你要怎样？哦，shit！ 哎呀！他拿的不是锤子，好好笑哦。他拿的是那个呢，很像那个捡尸袋那一种那种感觉。干你老师 ！No！哎呦呀！哎呀呀呀！痛い！やめろください！やめ！Hey man！哦，杀了一只了。好，来！你以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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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为什么？为什么受伤了？等一下，我在干嘛啦？等一下啦，上不去啊！让我上去！要死了啦！啊！我刚刚是被那个战斗陀螺弄到，是不是？哎、欸、呀，他看不到我哎、欸。87，好，结束了，结束了。哦，金麻花，那终于开门了，太好了。哦，难打死了，捡。哦，这有8000，那另外一只刚刚死在哪里啊？好像死在大门，是不是？啊，在这里，在这里。啊、哦，天啊！哦，好爽哦，8000。QQ。先来打一支针好了 ，Go！ 哦，这里是哪里？大脑 ，Ruvik。哦 ，I created this， 我创造了这个世界。
不能把我关在这里。哦，把救底下，他现在在监视着我。那我要怎么做？跑过去吗？要崩塌了你？我靠，也太远了吧！他现在是刻意不让我过，是不是？啊，被灯光照到就会被带回去啊！好像有点讨厌呢，这种解谜方式。干，船三小，你这船屁船啊！嘿嘿嘿，尽量不要被摸到。被摸到就是你完蛋了。哎，趁现在，然后呢？哎，不要照到我！哦，还好，不会，没事的，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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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拉那个拉柄就好。哎，有两个，哎，二选一，哪一个才是我要的、啊？算前面拉，拉一下这个好了。哎、欸，这已经拉下来过了，已经拉下来过了、哦，没事，没事，哇，哇哇哇，差一点。等一下，这里的陷阱超靠北的，只好这么做了。有没有清洁溜溜，不拖泥带水？这边要怎么过？哦，它是有点类似照视角形的概念啊。啊，照了这样走准没事。好，哎、欸，好简单啊、哦！嘿嘿嘿，哎，我看不到啊，挡住了啦 ！Oh my god！ 哎、欸，快跑！哇！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白痴啊！白痴哦！谁弄水在那边啊？这是白痴！白痴哦！啊，没关系，继续。啊，看到我了。等一下我们要绕，稍微绕一下，不然会死掉。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哦，不要走那里。哎、欸，没有错。哎呦！哎呦呀！过了。啊！冲进来，冲进来了。哎、欸，我回头看看好了。回头门可以踢吗？回头的东西可以捡吗？回头电梯不能按，东西也不能捡。哎、欸，这是刚刚那个地方啊！哇，我在那边卡这么久、哦，卡有点久哎、欸，说真的。卡住了，不给进去。好的，走这里，走这里。嗯，哎、欸、哎、欸，这里不是来过一次了吗？会换不同场景啊，不同层次是吧？又回来，又回来了。只是现在这个场景比较残破不堪而已，啊，比较惨这样子。这存档的吗？哪里过？捡东西用的，捡两个火啊！存档的，太好了，我可以，我可以，存存存，存存存，然后这不能开嘛 ？OK 的啦 ，Go。子弹应该都 OK， 备妥了。等等，嗯，这样才行。好的，嗯 ，OK，OK， 我们现在到最顶端了哦。如果我能活着，我永远不会再搭电梯了。嗯，幽默，哈哈。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作者觉得说搭电梯太久有点无聊，所以故意加个台词，增加一下趣味性。不过这台词也只有一句而已。
啊，船中了，船上来，船上来了。哦，就是这里啊，这是那个灯塔最高处吗 ？It can't be。哎，这是我们，哎，这是我，哎，我在那边睡觉，我看到我自己了。怎么了？莱斯里跑来了，吉曼跑来了，对决吧。Sebastian。Get away from him. Get away from him. Sebastian, listen to me. Stop. Your interests are the same as ours. Look, I get it. You're not just some rookie detective, and this is not just some ordinary kid. You killed Joseph and you shot me. 杀了乔瑟夫。Right at this moment, that's enough reason for me not to trust you. You're a good man. That's why I...Doesn't matter anymore. If you know who this kid is, if you know anything, you know why he can't be allowed to live. Bullshit. It's Rubik. He's the one that. 罗伊克来了，启动了。Oh my god！ 打架啦！哎，莱斯里，他干嘛？他抓到莱斯里了，对到眼睛了，好。莱斯里不见了，我要把它异化了，吸收到里面去了。好，他获得莱斯里的梦境了。哇哩嘞，感觉不是很好的样子。要他了吧？哦，现在他吸收了莱斯里的梦境，然后他现在这个梦境。已经在崩毁了，要换成莱斯里的了。哇哇哇哇哇！世界崩塌了！哇，空中飞，就是有点类似换场景啊！啊，那个鲁维克的场景换成莱斯里的，哦掉，哦掉大脑上面。直接做连结啊！哎呀，恶心恶心！现在是莱斯里的世界了，莱斯里世界长这个样子啊、哦，崩坏了是吧？哎，好多脑袋啊！也要死我啊！哎呦呀！哎呀，都是肉块，恶心死了！发生什么事了？What the？ 哇，这是莱斯里梦境里那边怪物吗？我知道，打他下面有两颗蛋，对不对？哇，融合了呢，巨兽！哇，他用触手扒我。好了 ，BOSS 战了，我知道，跑喽！太小了，哎、欸，才刚开始而已，哎，这样子好吗？啊，会不会太刺激了？我什么事都还没警觉就被解决掉了。过来击败，好，懂了懂了，懂了懂了。很会很会，冲啊！呜呼！啊！不要吃我，不好吃！哦呦呀！哎呦呀！紧走哦！
哇！哦，卡车，哎，不是，战斗车，哇塞，该不会在这里进行战斗吧？哈哈，这个是那个呢，五零机关枪，哎，哇，直接五零机了，打你的头，爽快。 哎呦呀，打破他的头了吗？呜！太扯了！我看，看，我死了，我死了，不会吧？不会吧？哇！哎，哎。 这是那王八蛋的火箭炮，嘿嘿嘿！哎，我身负重伤了，我的天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哇，我居然拿到手了，根本是天助我也啊！哇，火箭弹这个太多发了吧？他走路好慢哦，到底有没有炸到啊？十几来发的呢？ 打头，总是打到啦！哎呦呦呦呦，往下一点！哎，我要没子弹了，这打到头怎么可能？哎，我是不是打到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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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了！打头打头，就是现在，碎了！ 啊啊！都已经重伤了，还这样子。哇，你肚子好大哦，怀孕了哦。哎呦呀，突变了，突变了。啊，我不是重伤吗？哇，你嘞，我死了。哎，没有，我以为我死了。 我刚好射到他，对不对？哇，真的挂了吗？爆了，爆了！恶心！哈哈哈！哎，我刚刚算是运气好，一次就射到他呢，不然我可能直接往生也说不定。哎，我醒来了。哎，我真的醒来了，这是真的梦吗？哎，不是，这真的现实世界吗？Oh my god， 这好像很痛啊！Oh my god， 直接插在脑袋上面不会痛吗？我感觉都痛起来了。哇，太扯了，太扯了！我现在是终于回到现实世界了是吧？终于回来了吗？而且我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动，插成这样子还没有动，怎么可能？鬼扯！哎，我可以看其他人吗？ 我创造了这个世界，你不能把我关在这里。 卢维克，卢维克，不要，我要先看其他人。哎，那个人死掉了，我可以先不要管中间那一颗吗？其他人都被包起来了，有没有？然后，哎，对，全部人都被包起来，都是死掉的意思啊。这些人全部都是死掉了，你看，尸袋挂掉了。好，啊，我的呢？我的在前面嘛。 没有看到其他人的啊，那个鸡鳗那些人都没有，都不在这里。哎，所以说这个是假的吗？怎么可能只有我一个人？好，绕一圈回来了。好的，看来只好把它毁掉了。我会了结这一切的。实验体，呀，拔下来，呀。 快死吧！哇，这是卢维克的脑袋。滚！哦耶！啊？嗨，有生命迹象，长官，基曼。哎呀，这才是现实，刚刚还是梦境哦。基曼，叫我安静。
Leave that one. And those. 别管那个，那两个也不用理。I'm not going anywhere. 那两个是指谁 ？No one can. 没人能离开。另外两个，该不会是来那个谁，那个姓莱的，莱斯特不是莱斯特，莱斯里，莱斯里跟谁？这是真的醒来吗？哦，也、欸、是真的呢。你看旁边的人，真人在里面。哇，真的醒来了，脑袋被取走了。哇，他们全部死掉了。这个警察本来在里面的，这个也死了。呵呵，这个博士企图要夺取那个鲁本的资料，然后呢，这梦境的这个是被砸破嘛，对不对？等下那个脑袋被带走了，下面一看就知道是被带走了。哇，好多人的尸体啊！这是谁？哎，莱斯里吗？还是乔瑟夫？哎，莱斯里，哎，莱斯里也是实验的其中一个。莱斯里被抬走了。哇，这边死好多人啊！很惨很惨，这边很惨，大屠杀。可是我不解啊，那是在梦里才有办法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在现实做得到啊？哎呦喂啊，看好刺眼啊！啊，特种部队 ，Go Go Go！Detective, 警探 ，Are you all right? Is there anyone else? 还有其他人吗 ？Just give me some real fresh air. 对啊，这里的人为什么全部被杀光？莱斯里在那边，哎，他自己用走的。莱斯里，哎，他走路方式也不太一样啊，感觉很拽，看这动作超像。哇，头还在痛，哎，不见了，头还会痛，是不是因我还在被实验啊？这边的全部都幻觉，该不会这边全部都幻觉吧？幻觉做太大了吧？这是到底是现实还是虚拟啊？结束了吗？看样子是结束了。Oh yeah， 终于杀青了。耶、yeah, ，结束了。哇！太赞了，太赞了！嗯啊 ，OK， 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要玩 DLC 啦，啊，就是 DLC 剩下两篇 DLC 把它玩完，啊，可以更容易拼凑出这个整体的剧情哈。好啦，那么待会我们稍微等一下看一下有没有彩蛋哈，等看看好了，可能这个跑马灯跑完。感谢名单结束之后可能会有彩蛋，我们稍微再等待一下。OK， 我们也差不多哦。第十五章通关，通关的额外奖励啊，机关枪一把。哦，额外奖励火箭筒发射器，哇，直接送50000点，好。新游戏加模型观赏，额外的什么通关额外关卡，选取不同的难易度。哇，休闲模式玩了9个小时，哎、欸，差点10个小时，哎、欸，死28次，我有死这么多吗？
啊，保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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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yeah! 啊，那通关多了一个新的标记，这样子。好了，标题菜单，好、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啊、新游戏加，哇，新游戏加的话可以使用原本的保存再次开始，但是好像不能选择难易度，是不是？难易度是不能改啊。然后如果选新游戏的话，哎，会不会复血？算了，先不要理他。好吧，那就先这样子好了。哎，看一下模型。啊，这样我们才拿到一个模型啊，会不会太少了？啊，写一个塞巴斯丁的一个模型。哎呦，哦，可以耶。哦，不止一个哦，受伤的乔瑟夫护士。哇，这个是妹子哎。阿斯，鸡面，没穿长袍的鲁维克裸体，小时候哇，重伤的年轻时，哇，连怪物都放进去了，保管者、创伤者，罗拉，生物版的罗拉，吓死人了，这什么东西啊？溺亡者、原始混种、异端者、混种之物，就是 BOSS 嘛，啊，进化的，哦，还有分套组的这样子，能展示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吧？好吧，那就先到这里啦。OK， 那我们这个呢，新的这个不是新的，我们这个连载就差不多这里结束了啊、哦。那我们之后会出 DLC 啊，没意外的话呢，近期内就会发布了。那如果喜欢影片呢，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欢迎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个邪灵入侵 DLC 再见啦，拜拜。